你说咱们说英伦的这种标准的 waiter 是不是得有一口英国的伦敦腔？嘿 ，My help, sir. Oh, thank you. My pleasure. 我们这英文最好的要信哥吧？你怎么能看出他英文最好？反正我俩不行。走。哇哦！这儿！哎，耀庆哥，快！乔月，快来！你看我们布置的，可以。但是我们需要一个 waiter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他穿的真的很像个 waiter， 你不觉得吗？哦，你好像哦。纯正的伦敦下午茶嘛，所以说你说话里面的腔调一定要很伦敦。伦敦腔嘛。对 ，May I help you, sir？May I help you？ 伦敦腔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哦，亲爱的乔杉先生。哎，对，得玩这个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要吃点什么？对，哎对，就是一定要有意志片。哦，那是一只什么？哦，请停止你愚蠢的土拨鼠行为，这很不礼貌。哎，快走开，你这愚蠢的土拨鼠！快走开，你这愚蠢的土拨鼠！啊！对，大概这意思。好，我们的情场浪子鬼见愁。王耀庆先生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下雨，耶！哎，对，哦，非常帅，最后坐在那儿。哦，亲爱的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哦，不可以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应该加点前缀哈，要意志强的话那种。哦，亲爱的小姐。请允许像我这样的一个落汤鸡坐在你的旁边吗？我觉得你太适合。我不行，我有任务的。耀庆哥，